所以，师傅跟你们讲，学会弥勒佛大度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；开口一笑，笑世上可笑之人。看看济公活佛，啊，你笑我，他笑我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哈哈一笑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 一切都会如过眼云烟，一去不复返。所以人生在世，经常会接触到复杂的人事。那学佛人应该怎么样呢？好好修你行吧。你就是要借世界上复杂的一些人和事来好好的修心啊，这就是给你锻炼的机会啊。 别人骂你，你不气；别人生气，你不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。就是锻炼自己，所以人要学会经得起逆境的磨练。这种逆境的磨练就叫逆增上缘，增加你上进的缘分。有一些是遭到了讽刺。 遭到了别人的污蔑、诽谤之后，我要更好的去做给别人看，就叫逆增上缘。别人讲你没关系，我就是要好好的，把浮躁的心静下来。啊，记住了，静能空心。一个人一安静，心就空了。 我问你们：一杯水刚刚倒好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有很多沉淀物啊？你眼睛看不清的。当你把这个杯子放在那里，慢慢的，几分钟之后，它水中的沉淀物就会慢慢的到茶底了。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有的时候，师父教你们，磨难是你们的导师啊。 来点磨难，反而让你更加坚强啊！很多孩子就是一辈子在父母身边得不到任何的磨难，所以他一下子碰到一件大事，傻了，这下垮了。经常受些风风雨雨，他是指导我们走向光明前程的一些小的挫折。 感悟真实的人间，你才能升华境界。所以，不管在人间碰到多少逆境，要心宽。磨难中心要静下来啊，然后在困难的时候，你才会长存感恩心。 因为当一个人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才想到求菩萨保佑，让我们能够赶快脱离困难。菩萨帮了我们了，你一定要心存感恩，啊！这个呢，师父跟大家讲了白话佛法，从佛法界来引用，怎么样在人？ 啊，处理人和现代事物当中的一些啊问题，啊，师父今天跟大家讲佛法，跟大家谈一谈，人都有骄傲的心理，佛法把人的骄傲心理分成七种，啊，看一看你们每个人身上有几种。 慢，我们说“功高我慢”的慢字，就是我们说的骄傲。过去说慢就是骄傲，你们不知道啊，“功高我慢”的骄傲会让你得到烦恼的，一骄傲的人烦恼不断的，因为慢心会使我们啊妄自尊大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之后呢，就是看不起别人，啊，看不起别人之后呢，碰到有道德的、有水准的人呢，就不肯谦卑，不肯低下头，啊，然后呢，慢心呢，会让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做我都是对的，然后执着的去。 寻找理由来完成自己在心中定位错误的东西，明明是一个错的东西，非要把它想说圆满；明明这个事情没理由了，非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圆满自己。这就是慢性啊。那么有的时候。 你这种慢心会造成你的种种的恶业，啊，所以骄傲心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，大家看一看，七种你有几种？当别人在能力、学问各方面确实不如你自己的时候，啊，或者。 跟你差不多啊，这个学识啊、能力各方面跟你差不多的时候，慢心重的人就会自高自大，对他人呐、啊、不屑一顾，看不起他啊！哟，不得了了！啊，你有点本事了啊，算你有学问，好吧？还照样看不起他。两个人差不多了，你有你的本事，我有我的本事。 还是看不起他，这是第一种，这叫慢。第二叫过慢呵呵，啊，过于骄傲。过慢是当别人不论在哪方面都与自己相等，或者超过你自己的时候，啊，过慢就是让你固步自封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 他不可能超过我的，我这点水平，他不可能超过我的，啊，就看别人的短处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，哎，这个人呢，笨的不得了了。他在这方面行，他在那方面不行，那么看不到别人长处，就看见别人短处，啊，第三种，慢过慢，慢过慢，就是当别人无论在哪方面。 都远远的超过你的时候，啊，你的慢心啊，你的骄傲心啊，会使你歪曲事实,实的。你仍然觉得自己会胜过胜过别人的。举个简单例子好吗？啊，这个人回答问题回答的非常好，你就说了：“哎呦，今天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了，脑子算他灵活。” 你也可以找出理由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今天在家里夫妻两个人，啊，太太今天烧了一个很好吃的菜给你了。这个男的呢，骄傲慢过慢，他就说了，歪曲事实了。哎呦，今天烧的是不错，哪个饭店里买来的？或者就说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你明天再烧一个这样的味道给我吃吃看呢？ 他就是明明知道自己不如他了，他也不承认，他也不卖账，他就是不认为别人在胜过自己。啊，这种人叫慢过慢，而且他不能容忍别人获得的荣誉和赞叹，所以师傅教你们学佛，首先要学会，当师傅表扬别人的时候，你要学会赞叹。我今天说，哎呦，这个阿姨做菜做的真好吃。 你们大边上是啊，他做的真的很好，我也吃过的，啊，随喜赞叹。哟，这个阿姨念的经真好，是啊，念的真好。这叫随喜赞叹呢、啊。你看现在的人一说谁好，马上大家，一个人说好对，两个人不表态，三个人冷眼看他，就是人。 人就是现在这个样，明明知道比他好也不买账，啊！你比方说一个女士在家里做了点什么事情了，老公经常说了：“那女人们应该这么做的呀！”啊，女人连这个都不会啊！哎，问题你会吗？你也不会呀、啊，你对不对呀、啊？啊！现在第四个叫我慢，功高我慢的我慢来了。 啊，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五蕴假合之身啊，本来就没有我呀。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你生出来如果永远不给你取个名字，你是谁呀、啊？你就叫个婴儿，长大了叫个学生，再长大了叫个大学生，毕业了叫青年，然后叫中年。 死了叫老年，开追悼会的时候又变成中年。最早词上听到过吗？中年七十八。<laughs> 当然，这个中年不是那个中年了，终于结束的中年呢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跟你们讲的，我你就会夸大自我。 有我了，抬高自我，处处以我为中心。你们大家都要尊敬我啊，听我的指挥啊。所以，有的人一到法会上，你不让他出头，他难受的，他处处要出头。实在没活干了、啊，声音讲的响一点，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这儿来。我慢呀，让大家看一看，哎，这谁呀、啊？ 这个人很厉害哦，这个人很有能力哦，到处要出头，啊，希望整个世界都围绕着他,他转，好像感觉世界离开他，地球就不转了。你真的跟他讲，世界离地球离开你不转了吗？他还要说转的慢一点，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人。第五。 增上慢，增上慢，慢就是骄傲，大家知道吧？慢就骄傲，所以过去学佛的时候说“功高我慢”，很多人不懂啊，什么叫“功高我慢”？现在叫骄傲，过去叫慢。那么增上慢就是在学佛当中有了一点感应啦，有了一点利益啦，得到一些啊这个因果的感应啦。 哎呦，马上觉得我挣到了什么果位了，啊！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挣到果位了。哎呦，我能看见这个，我能看见那个，我能看见菩萨了，我又能看见这个了，以为挣到了自己的什么果位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在观音堂，你们不好好修，什么果都没有，只有水果。 所以不要自鸣得意啊，人生不可不要不可一世啊，还有一些人盲修瞎练，走火入魔，都会让他拥有增上慢啊。最后是悲慢，第六个啊，悲慢就是。 这个悲呢，就是自卑的悲，啊，不是悲愤的悲，是自卑的悲。悲慢，悲慢的人呢，啊，自甘沉沦，觉得我不行啊，我做不好啊，我什么事情我都不行啊，到了手上就被我做砸了，啊，那么你说他已经这样了，为什么他还会有慢呢？ 为什么还会骄傲呢？我不行啊，我这个事情我做不好啊。你换一样事情我就做得好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啊，他不学习别人，他自己做不好，他还不肯听别人的。你自己做不好，你为什么不学学别人呢？啊，他为了。 避免自己暴露自己的无知，他不谦虚呀、啊，自己很自卑。哎呀，我做不好，我这个不行，我那个不行。人家说你学学，跟他学学呢，我不学，不学不尊重别人的优点，不知谦卑，这是不是一种骄傲啊？你今天开个工厂，你生意做得不好。 你要不要跟人家生意做得好的人学学本事啊？自己做不好还不卖账，还不去跟人家学，那你就慢慢的就叫啊这个卑慢，大家听懂了吗？好，还有一个啊叫邪慢，邪就是邪气的邪，啊自己呢没有真正学到什么学问和道德品行。 为了博取世间的名利，为了自己达到一些自己的目的，啊啊，通过各种啊手段啊虚假的啊获得名誉地位啊，然后呢开始骄傲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这就叫邪慢。 所以，一个人的道德在于要看到别人的优点，要善于看到自己的缺点，要懂得别人的优点，要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好好的、谦虚的，你才能进步。所以，不要啊，文人相轻。 不要你看不起我，我看不起你。学别人的长处，改正自己的短处，啊，不要觉得自己有功高我慢的资本，啊，慢慢的学会，啊，改变，啊，所以慢慢的学会恭敬、赞叹，对别人动不动就要，哎呀，你做的真好。 你功德无量，哎呀，赞叹别人啊！你一赞叹别人，你这个人我慢心就没了。你不骄傲啊，别人都喜欢你啊。你看看你们有几个人喜欢人家喜欢骄傲的人呢、啊？你一骄傲，别人看见你你就躲得远远的。所以师父前几天在跟弟子开示的时候，我讲过。 你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家里怎么好怎么有钱，让人家觉得你很有钱，边上的人脸红了。你这个本身就是不够啊慈悲。慈悲的人不要让人家过不去，慈悲的人不要让人家脸红，慈悲的人要懂得别人的感受。 你不知道别人的感受，你这个人就不叫慈悲啊！他难受了，你把别人弄了难受了，对不对啊？就像个女孩子一样的，啊，你自己各方面很好，你要照顾到别人，感觉人家一看到你，哎呀，什么都比他好，啊，那么人家就会脸红，觉得难为情。 一个男孩子也是的，你很好，你是一个大老板，你有什么必要非要在人家面前显得自己是个大老板？谦虚啊，对不对啊？打工的人养活了你呀、啊，你要这么想的话，你就会谦虚了啊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真正的啊，我慢。 一心一定要去除，不能让它滋养，天天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！因为你慢心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啊和谐相处。因为骄傲的人，我慢心重的人，他自尊心特别强，因为他骄傲过了，因为他的确是有一点成绩的，所以他有。 很强的自尊心，他觉得别人应该尊重他，而容不得别人对自己的轻视。那人家不认识你怎么办、啊、对不对啊？所以很多有名的人总觉得别人都认识他，对不对啊？师傅跟你们讲，师傅到外面去，我觉得人家不认识我是正常的。 认识我是偶然的，我有这种心，我才要更好的去度众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不要过分的看重自己，因为你会失去你的平等心。要对别人尊重，不要随意伤害别人。学佛人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相互的，你尊重别人五分，人家尊重你八分。 你尊重别人八分，人家尊重你十分，所以你想尊重，让别人尊重你，学会先用尊重的姿态对待别人。啊，有时候不当心的一个藐视、轻视别人，别人也会很快的反馈于你的身上。另外，师不告诉大家。 自尊心强的人，有时候往往内心很脆弱，啊，很脆弱，因为在他的眼中，有谁只要超过他了，他就会崩溃。他天天要别人讲赞美他的词，一旦受到打击，精神很快就崩溃。